哈喽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关注大伟，这是每周四的这种柜台的底摊，然后咱们看看啊能不能淘到什么宝贝。 Let's go。 这边就是瓷片比较多一些，便宜。这好就是残了。这俩小杯子多少钱？600。600有点贵呀、啊。您是可以给个差不多价。100一个吧。100一个来不了。给个最高价。就100一个，我再看看别的。你再降点。不够成本。500。260，别250，260。多少钱？我再看看别的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个1200。有磕冲的。雍正的。雍正乾隆吧，也就差不多这样。雍正总统。外销的。刮冷血。这路上。你这太高了，重新自砍一口。1000。再砍一口。没有这个啊，真的是1000多的东西。800除以2，400。这我要卖也就卖个，卖不了多少，没多大利润。这400，这个我也别260了，就300，行吧？300，这700我再看看别的。哟，这一康熙的呢？哦，掉粘了，这是不精致？是对粘了吧？啊，对，对粘了，要不然就算了，对粘。便宜啊！啊，便宜。康熙的。我一听便宜，好，就暴露出来，我看有多便宜。300吧，康熙的一个小杯子。标本件，你也别300了，这700搭这个，一共给你800块钱，就给你算800，哎不算100，就这几个。不客气，这个888成交啊。4样。888，行，888吧。收了这几件啊，也算没白来。然后咱们接着逛，还是那句话，以瓷会友，天长地久。下个视频更精彩，拜拜，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